首先要欢迎大家，然后呢，要请问，就 ladies first 好不好？就请问你，举起，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吗？第一次。那你觉得马来西亚人怎么样？非常热情，大家好。那想请问你第一次到马来西亚的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？